低着头，鼻青脸肿，连眼睛都是淤血，眉毛还有血渍，脸上伤痕累累，脖子也有一道道刮痕，表情痛苦难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怎么会遭受攻击？新北市新店有民众控诉自己多次被人掳走，而他就是中古车商的员工，疑似因为买卖车的纠纷，导致对方多次下手把他掳走。原来掳人的陈姓嫌犯之前向受伤的刘姓被害人买了两辆中古车，一共花了34万，交车后却发生擦撞，质疑是车辆问题，要求车商应该原价买回。不过被害人认为车子擦撞有毁损，只愿花18万买回两辆车，只是没想到双方交车付款了，车主突然想反悔，要求还是要付原价，双方谈不拢，多次把车商员工掳走恐吓。有一次中秋那一次烤肉，就有人下车啊，就抓人了，就把他抓走这样。警察后来有调监视器来看，是有看到车啊，可是他找不到了。对，他就看到一台车，类似那种黑色，反正就是箱子车，把他带走那种车。多次被强压上车，不仅掳到新北市三峡，还有苗栗，为了逃命甚至从民宅跳架，逃离后急忙呼叫朋友帮忙，一群人才开着车把他载回新店车商，只是几乎都在大街上掳人。事发到现在，掳人恶煞还没落网，也让被害的车商员工每次回想起来都相当恐惧。TVBS 新闻叶俊宏、苏佩宇新北市采访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